这是摄影机吧？哎、欸，真的是你啦，我不能。所以这周那对啊，我现在没有接就好、啊，传送给那个了。哦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这边可以再，这边可以再拉转转盘。保全摄影机。哦，好，电子锁。哪里有像什么有锁头的地方吗？电子锁之类的？没有哎、欸，不能再转了，因为它没有提示。还有三个，问 DSD 啊，他在走路了，他在带路了，他在带路了、哦、这里啦，这里过来过来过来，哦好、啊，他在带路了 ，DSD 在带路了，我这里我这里，嗯，反正你的眼睛是插到了吗？你也是好吗？哎，对耶，我也是，还是刚刚哈基那一摔，彼此彼此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你这样有解掉吗？有啊，可以撤退了。屁股，其实你那个看起来真的有点像胸部啦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出去外面，屁股只是胸部的代替品。是走这哦？我出来了。顶楼。继续侦查赌场或是人去顶楼之类的，顶楼、啊、再出去吗？下回再来好。你可以拍一张侧面的照片，侧面屁股的照片吗？保全，进动画了？为什么进动画了？我在外面呢、欸，我也在外面啊。啊！全部人都出去就进动画吧。我刚出去，我没有，我没进动画、啊，没有，我进花园。拍摄保全路，哎、欸，都是你的任务啊。所以你们是在楼上花园出来的关系？我在花园，然后就进动画了。哦，保全路口后门是哪边啊？后门是这里哦，是这里吗？我下来看看，这会带明目张胆的。感觉要上到上面去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哦，怎么爆炸了？保全跑掉了。在这里吧。OK。你有拍到吗？哦、oh.。我现在在进动画。哎、欸，是这里，是这里。不能用自拍模式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嗯，要用一般的拍照哦、喔。嗯，离开赌场。可是，他只说好奇心、欸、是显示哎、欸，对啊，所以我是显示哪个，所以还是要杰克拍啦。对啊，所以要到哪里？我这里，请来顶楼，花园顶楼。对。嗯，你等下，它有一个选项是顶楼，我会一直进花园。我不知道啦，这个是哪里呀、啊？就顶楼吧。顶楼这边侦查大门、侦查所，然后刚到花园就侦查了一个名人。对啊。到顶楼了。前往赌场后方拍摄。我这里看那个 ID， 看圈圈，我在这里。嘿，繁星，嘿，你好，我在你头上。下来啊，这里。好高、哦。不会死啦！啊你怎么这样摔？啊啊啊啊啊 啊, 啊！还好你头没先着地。我头着地我就死了。范柠檬子来了，来顶楼了。太高太高太高了，我怕。是保全在打人呢、喔，都下来了。保全死了。你为什么打人？那、嗯、保全啊，这里这里、哦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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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传一张，传一张照片给莱斯特。是这里吗？
我侦查了。哦，花园入口。所以我拍也可以啦。可是。对啊。可是我看还是跳那个、欸。保全后门入口照片，所以是这边吗？哥，这里传过了呢。我不能再传了。后门这边，这边后门吗？后面是后面还有个降落伞，这里。七块吗？没有，不是。嗯，这里死掉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保全后门。喂，哎、欸，你是保全吗？还是在底下？不够高，开伞对不对？看到有人摔死了、哦。上面吗？这里死啊。这也算后门吧？他在催我们啊！要多久？哎、欸，我找到了，飞高一点可以看得到在哪里。嗯、我拍了，他有相机，他有相机点啊。对。哦，所以不是我的问题。好，在底下啦，这在底下。再见。你下去了。我有伞。哦哦呀，我还是被绊倒了。那、啊、我要去拿一个伞，我要下去。啊，不用啊，这里就有台车啊，我直接从这里下去。离开该区域或者是继续侦查。刚刚是有多逛了一下花园，所以有看到那个名人了。谁？刚刚谁把车找走了？这是要离开吗？还是离开区域？走吧。呀、啊！我撞到栏杆，好痛！我刚才是用那个撞到栏杆，然后滚了一圈。我是直接正中栏杆，超痛！离开了。我还在跑，在赛马场上面奔跑。你这赛马场是不是有点大啊？哦，这里。他说：“等你的摩托邦离开此区。”对，我也在跳厕所一下。好，我还在跑。这赛马场不会整个都是吧？是啊，要到那个赛马场外围，到外面。我跑出来了，可是好像还要跑远一点。嗯。我还在跑。哦不，这里上不去吗？我游上去了。哦不，上不去，跳。跑出来了。准备完成。5000块。哦 shit。哎、哦，所以过了吗？完结了，过了。打电动，打电动，在电动里面打电动，在游戏里面打电动，在游戏里面玩游戏。可是还不知道他的赚钱方式哎，他是说可以买机台，然后会有收入。玩家进来玩，这样也太不赚了吧？跟夜总会一样啊，跟夜总会他还是可以自己慢慢囤货啊。我来播点版权的歌，爬不上去了。使用自动点唱机，版权点唱机。米罗公哇，怎么变豪华了、啊？有了，怎么变豪华了？对啊，赌场变不是赌场，游戏厅变豪华了、欸，有灯光，有灯啊，有灯光，有地毯什么的了。哦，这样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这样子、欸。里面有对啊，泡泡糖。哇，我是不是该买街机了？给买一个，为了这个泡泡糖公主。要我。啊！
这里进去。他会不会升级啊？那个占卜的会不会升级啊？哦，好多了！刚刚一开始来那什么东西？真的是有整理过了。不是啊，这打打街机还要站着打，没有椅子啊、哦。哎、欸，这老板是谁、啊？还没有买椅子啊，还没有买椅子啊，不好意思。老板是谁啊？真的是、哦、椅子比较贵，椅子比较贵。哎呦，这里还有那个哎、欸，还有那个人哦，泡泡糖公主。嗯。哇，这么多、哦！那飞强之是怎样？飞强字看不太懂啊，代办，然后还有一个飞强字，不一定要的意思吗？侦查所、哦、有要点哦，侦查所有要点，好像侦查所要有点，有要点，要有点，侦查所有要点，我要侦查所，飞强字。会不会是侦查过后，我们再解代办那边会比较好解啊？可能吧。金库内容物侦查，选择战术，侦查错误。然后先把带强飞强师那边解一解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现在进动画。哦哦，靶场，我感觉都是人。一使用目标还不知道。哇，其实还有更多侦查的位置哎、欸。对啊，你要玩吗？我不是，好，认错人，对不起。啊？怎么了？我们现在可以先去看金库内容物了。走啊。嗯，走啊。嗯，好，走。只有你一个人出去。哦，我们出去了，比较晚一点。金库内容物，前置，哦，这个也是前置。嗯，嗯，啊，加油，码头。哦 ，sorry， 哦，没有，没撞到，没撞到，没事。你夹到我的手了，哎塞。但是金库放在不同地方、啊，你往那边飞是不是？我刚刚是飞那个赌场那个，可是它位置不是。他在佩罗码头。佩罗码头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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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远程飞弹，谁呀？自己人吗？还是有人在乱炸？有人在乱放屁？谁？哦，有个问号。喂、欸，自动锁定？咦、欸？对啊，我有自动锁定。其实我不敢乱炸，我怕炸的是搜索，他炸的他是保全人员。嗨，保全人员，干掉保全人员！啊，我下来了，可以炸他们，可以炸他们，他不是。哦，欸，有自己人在底下，小心啦、啊！欸，东西掉了。电话。我烧了，烧了，烧了，快跑！甩掉警察。你跑得掉吗？跑得掉啊！跑得掉。我们会飞耶。好，也是。嗯，会啊，走喽！也还好，刚没直接炸，不然等下电话被烧掉。嗯哼哼。嗯，应该等一下应该是直接回那个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拿到电话是要干嘛？他的手机，有人标个的一个点、嗯，我标的，他是回那个街机铺的。哦，
甩掉了。哎、欸，要去赌场？去赌场不是街机铺？嗯。我要去赌场打电话。打电话。电话。炸得很爽哦，繁星。炸很爽哦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我要自杀喽！不要了，500块就可以一次自杀哦。进入赌场。进去喽。嗯，每个人都要、哦。可能都进来了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好吧。在外面把风。哎呦，使用光坑客应用程式。哦，我们要找讯号哦。观光客吗？对，我们要找讯号。这边需要越来越强啊！哦，需要越来越强的样子。要怎么哦 ？WiFi， 嗯，这里越强，这里超强，这边变强了。我这里四格半了，进来，变少了。不是这边，观光客身上会有东西吧？这里哈基这边吧。进入，我这里。进入系统啊！观看保全摄影机，一，按一打开看。哦，切换。金库，找金库。金库，那、欸、是这个吗？不是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金库了。搜寻金库。这金库看起来好空哦。我也炸了。哦，这里绿色东西，好，是那盒吗？离开。你们是有到金库里面还是金库外面吗？嗯、我们在、啊、金库里面有绿色东西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嗯，离开赌场，走了，可以离开了。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只看到金库的门口。那我是看到里面绿绿的东西啊。对，有一盒东西，物流箱。嗯，一盒东西，那应该是金库里面，我不知道。对，金库里面没错。离开赌场，96，离开该区域。一堆暴君停在这，我骑错了。我随便骑了一台，不知道谁的。随便骑的。随便骑啦。完成。快十点了，我再去看一下。应该可以再截一个前置吧。不知道。就感觉这一次的解任务方式好特别啊。嗯，跟以往不太一样。嗯，为什么这边有自动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欸，怎么了？摧毁讯号干扰器，五分钟。好，1-5哎，还有49个要去摧毁，是不是？你是火？那是地图上的任务吗？就突然冒，我就想说骑我的暴君嘛，嗯啊，然后就一突然他就自己锁定到一个东西，然后就发射了。对，我想说这什么东西，然后回头看他找不到，那就是捞。扑克牌啊？什么扑克牌？之前不是有什么扑克牌活动吗？不知道，就捞一个扛棒附近就射下去了。嗯哼，哼，现在我们有三种抢劫方式，一种叫无声无息，第二是瞒天骗局，第三是凶猛强闯。
反正第一个就是有点像偷偷来，对对对。第二个瞒天骗酒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是要让别人背过来这样吧。哦，真哦，你第二个是扮演成别人，然后把就是背让别人背锅，嗯哼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硬干，用火力去拼，你们觉得呢？你是可能下次挑吧。哦，好啊。OK， 没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可能就真的任务，这前置啊，前置过。他的非强制那一些嘞？非强制就是什么侦查所有要点，所有的出入口。就想这会不会跟你侦查多少，会不会决定到你最后钱拿多少的有关啊？我觉得有可能、欸。就有可能。购买模型，嗯，哪里有模型可以买？就额外准备，就是有点像是先让你模拟一次这样。哦哦，这就是额外花钱啊！我看多少？赌场模型130,000。三万而已啊，小钱。保全电子门锁425,000。哇、哦，这就有点多了。哦，应该不用额外准备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能抢多少啊？现在就完全还没讲啊。如果是一次性之后可以一直一直抢一直抢，是这样子吗？420,000，这都还不知道，因为这是新的。新的、嗯、也没有，现在也没什么攻略。嗯，感觉这样子，如果你420,000花下去，要抢这个560,000那样子，超不划算啊。对啊 ，CP 值爆低，还负的嘞。嗯，对啊。而且，可能我猜的可能就是真的买下去都是解锁，嗯，然后之后可以狂抢这样子吧。可以重复来，能重复会好一点啊，嗯、不能重复就是哦亏哦。哎、欸，抓蚊子，抓到了，抓蚊子。啊、也四点多啦，差不多啦，四点多啦，差不多啦，之后再找时间一起继续解后面的啦。嗯嗯，就不不，拜拜，拜拜，到这边啦，大家玩玩玩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